朋友在那现场哦哈，今天好空 people 来收嘅就是下个天使台的下礼拜一咧哈，按不条八点会推出的出境事务所哦哈，也哈大家就做的大天班年来咧哈，其他一下也喜剧嘅名系嘛噶，系 nice 爱来播出咧哈，就可以做的得到有当地人写嘅一啲挂牌哦哈，也喺廿十几团咧哈，用来嘅那位梁沙哈，真劲系当强嘅演员嚟到现场哦，所以来系万年。你先来收集一下，真的是欣赏级的，就是用中华讲哈。大家好，天使台头前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阿中华。嘿，好哇，真劲！大家看下个天使台人哈，真劲，中华哥哈，是懂熟识的啦哈，不会上分的哈。还有哪一位嘞哈，我们是 T 白来做下个戏的哈，来讲起来下包娘的嘞，来谈一下哈，就 Good Day 讲哈。大家好，我是 Good Day 讲嘿。很高兴能够来到这个节目，然后跟大家聊一聊出境事务所。按家就变做中文的，系冇？没办法，真的。唔讲吼，亚伯呀吼，亚出境事务所吼，地度啊，刚好有收给各位，就会供养临时的部分，吼，就临时的部分。地度又要供下，又会做一类动作，一样嘅亚部分咩？吼，又受过训练按咧。亚中华哥啊，吼，你啲地度又系一类。语言指导师有冇？因为搞起啊，就讲客，讲客嘅一部分系唔系有乜个困难嘅素材？哦，对唔知，梗系冇啦，人系啲啦，但系讲你搞太假嘅时间。张开始噶，一开始噶，其实个伊嘛全部，比如喺度技巧咪，读书也着，那有几笔好讲，连杜甫卡都冇讲诶啊。哎呀，有位演唱阿爹讲就只个讲海风诶，哎来有一边试验诶，所以嗰度人演员那一桶我细下跳演强跳也着，但是都会当挑战的一件事情。我说你第一搞的时间有分有吃到那只好生的啊，含黑卡好，含黑都汹涌，你搞的时间一视同仁。汹涌啦，嗯，讲啊，经验啦，做生意讲，得天下英才而教之，不亦乐乎？嗯哼，加到有些有时没办法听出好的话。嗯哼，你将从来听讲，咱包都个肯亚非洲这边，你汹涌一点嘢。唔讲讲咧亚东好，唔过就系需要时间。时间啊，反击。时间啊，系啊，谈讲亚白时间咩冇冬虫吼，训练就是训练你们语言，还是训练的筹备期其实没有很长的时间，可以让你们把语言练到好。嗯哼，系冇。但所以是同样啦，因为按英语上的问题，经费冇上咩。讲到按现实的问题就跳过有冇？不是跳过，留下来帮下 VV 谈到，咱们中央政府谈到，他都强调帮下家电视台，那新奇啊，对讲，像我有预算拉一发，让下家人轻松咪播出。个几水准的片，因为一下廿几年，其实下个电视台真正做出来戏剧，系大家看得到的，大家看得到品质的，系冇？像德刚，你之前可能没有演过客台的戏嘛，对不对？你有看过客台的戏吗？没有看过，应该也知道我们得过很多奖。是，金钟奖我都会看，但就是只是知道说客台一直在得奖。嗯，对。故说你提到，就是你知道你有机会可以来演客台的戏，然后又是这一次的阵容。有冇又懂油质哦，又很优质哦。你可以用 Steve 帮你拿到脚本那时间，第一次你看到这个剧本啊，有冇个感受？是真的还蛮尊敬这个剧本的，但是又很紧张。因为第一次就是能够挑大梁演电视剧，其实真的，那个长时间的一个心理的那个压力是。第一次去承受这些东西，尤其喺地度啊，吼，又会出的你演的问题，我刚才有讲的咩，吼，又会礼仪师，唐公的地度是一个万年礼仪专员，唔黑师哦，吼，唔黑师就会靠师靠唔够，系冇？大概就是跟我现实的个性比较像，就是看起来有点那种油腔滑调，然后又不认真，但是实际上就是还是会稍微把一些事情做好，但就是一直会摸鱼，所以就考不上，就不认真嘛。不过啲虽然不认真，不过啲嫉妒含喺堆家属啊、家长啊，就是家属他们其实是有用心诶。该有的礼数跟该有的东西还是要有，但是就是没有认真读书。对，没有认真读书。所以他是一个万年学长，就抽给对万年学长。都会卖笑啊，还有贵义啊，都是你学弟妹，对，都考上了。这么的爆料是有考上吗？好像有哦，好像有。你刚好弟弟度啊，请收看出境事务所这样。弟弟度啊，除得好呀，中华哥，你弟弟度还有点欣赏以外，又会做戏呢，真的很有才情，做暗斗私情啊。
因为帝都配家的爸爸系冇，又唔系按国嘅爸爸哦吼，系咧中逢嘅爸爸，边脑筋嘅爸爸，边脑筋咁样嚟做咯吼，边脑筋边个？唔系看好好，系冇按你经验啦，系冇。边都系拜连边家都来下都识字诶咩？哦，边脑筋单枪边脑筋还是只会四人要全部把持。打字，自家自家做唔得啲工资。老边客系要乜嘢鼹鼠？要鼹鼠，要吼，要吼，咩事真嘅？因为做做起冇按改正，因为做线上，因为做按困难的事是啦。不过对于线上来讲，也做也变脑筋，还系做冇强样嘅角色，其实冇困难咩吼？因为你平常时就伫个做动作嘅观察咧。观察喺度系啊，因为我当后生家就去考嘅，总之。舞台演员了，舞台哦，舞台有冇用哦？啊，跟红头阿伯做主审官了。嗯哼，这样子个跟源头个书训个戏剧训练，看样，看样片，看样片。然后个好高地都当到戏剧系，你不知道，这也是也一种好事情啊。伊讲落来当怪当简单，然后跳上跳下吃到讲，戏剧就暗涌天天。嗯，他们讲那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。对戏剧，刚刚跟你讲过，音乐是慰藉，他们说戏剧是救赎。救赎。哎，正因为戏剧，它没胆枪，按炮的领地。它是博大精深的，用。不过就用经验来累积的，听冇？听啦。古时候呀，中华歌、中华欣赏吼，嘿，意思等于正经按多年的经验。古时候又做到欣赏的，又做。边路见嘅爸爸咩做到动画，做动画蛮困难。有，他讲刚下面有看到相片吼，其实出题边路见，佮出题系通作爱来研究以外，其实真见大只角色，佮喺娘诶来变成了这样子的角色，会变成这样的爸爸，咪还有来去了解佮伊嘅剧本系冇。拿到一本剧本加剧本加，你可能伊两年还蛮。还没火起来，你刚刚罗兰巴特讲了三生三死，他们讲啥去？诶，边下下好诶，是多，第一多搞本给投演给改片，游戏是改多，然后演员又不易再活一次，比诶板上出来，比板上哈板上，所以至于讲给让你本来是扁平人物、扁性人物啦，还有演型的，你演员给予血、给予肉，不一些比肉、比灵魂。被魂魄，其实自然而然就是活得起来，立体的起来，变都立体，立体，嘿。可能做得讲吼，也哈唔系讲细事的问题，年纪的问题，可能就看中华哥哦，因为今年基友诶，张伟友各种的感受，其实唔系你假使讲，系咧怎样咧演演的法，可能唔爱做激烈的戏，含起物个木腔的角色。其实你系有嘅研究嘅花，有嘅大嘅花，系冇强用嘅。所以就讲，做台湾做嘅演员，你讲爱叫人，佢冇抛弃家，佢随时都会充实，丰富起家，去旅行，冇做推动，都是博览群集。佢当佢要做一啲嘅角色嘅家，佢会去研究。哦。比如讲，今日当到像相片，佢做嘅物嘅设置，咩设置咧？佮有水脑症低能的给父亲有嘛？给父亲有病麻面，记得嘞。家的全部会，但是会研究观察，用心，要有心，不过第一要出戏卡帝都吼，德纲的帝都就会算是甘草人物啦。一开始就有讲吼，也出金师傅说吼，唔系带本系个剃刀的笔松。有懂到神奇好高的素材，可能就会滴得讲的部分，系冇？看到你就懂好笑，系冇？笑口的部分就搞不匀，系冇？比较笑料的就搞就交给你，就出来就是闹一闹，然后就离开了这样。训练一下这样子，就是训练你底下的那些学弟妹这样子。来垫一下，然后就离开了。就离开是不是这么快？就是因为像是我就是在里面就是比较皮皮的这样，一皮天下无难事这样，我就是你们去做这些做这个，然后我就跑掉了。对啊，然后就交给他们去做。你讲一下贡戏来周一吼，就说到演戏，其实德纲是第一次演电视剧。对。你讲你跳白时节有懂得贡歌啊，还有天样的景样。其实除了这个之外，其实你十八般武艺真的都去摸吼。还好，就是时间很多。时间多，欣赏要时间多，唔系咧后事吼。哦，韩寒咧，韩寒咧，韩寒冇。唔过唔韩寒咩好嘅动作嘅东西，对啊，就是也自己去学了很多的东西就对了。对。
所以有的时候也连摄影的工作都拿来做。对，对，我们那个我们出境事务所的那个剧老师，如果他有事情的话，就找我代班这样子。哦，直接拿。可是你有事情，那个剧照是没办法带你班呢。对，没办法哦。对，没办法哎。对，摄影师还能取代，但演员真的是没办法取代。他需要一个全，他需要就是全程就是要很专心做这样的工作，维持好的状态。嗯，对。顾寿，所以你这一次在演这个《出境事务所》的时候，从一开始可能没有很足够的时间让你去练习语言的部分，可是整个的练完，整个。演完其实花了有三个月吧，三四个月，3-4个月，所以对客语有稍微捡回来一点，有，但是就是两个就是搞得更混乱，像我台尬猴还是台尬猴还是我就是一直搞不清楚，台尬猴对台尬猴，对啊，像我们家是哈嘎天使胎，天使胎，对，但是四线是讲什么？哈嘎天使胎，对，天使胎，对啊，就是我就会一直在这个东西去打结，就是你做的没有像中化老师一样不够认真，中化欣赏有冇去做暗斗戏，无论开溜开缝，有冇吸烟，系冇？你现在就是要学习着老师经验的累积呀。人家讲伊在烧花嘛，顶秧嘛。讲开缝老师烟要本，有几烧花，你去烟全部吸烟的嘛，你就干咪在烟不好，就变开缝。那中华民歌讲起来当简单，那真经会讲真经冇按改哦嘛。来一缝一修啦，你真的是你讲。你比方说，你都做动，你怎样讲法？环境啊，嘿，我们知道叫环境动重要吼。故说也在给他嘞吼，就有唱到的呀。从法国还有呀，德工吼来到现场来大家分享哦。所以你第一度第一周一时间还有嘛个神奇的故事嘞，等下再播给大家听哦。